Where will we go? Who will we be? What will we do? Who will we see? It sure will be fun. That much we know. Go, go, kitties, let's go. Go, kitty, kitties, let's go. 不可能。Kit， 今天想玩什么？去盒子里看看吧。Kit， 你看，骑马嘛。那我们去骑马吧。要骑机器小马。去小马公园。Yuppie！ 走吧，喵咪们 ，Let's go！ Kit 和 Kate 跳出魔法盒，飞快前往小马公园，准备第一次大展身手。哇！骑，我们去骑小马，加入他们。嘿吼！来吧 ，Cat， 跳上去，加速，走吧，小马，走啊！你为什么不走 ，Kit？ 怎么办？哦，原来要这样叫醒他们。赌赌看吧。是啊，看来你赌输了，让我试试。哼，这次一定没问题。对，一定没有问题。我试给你看。算了，不试了。对，根本就不可能，烂透了，号角一定破掉了。太扯了，不可能啊，号角坏掉了，我们试过了。可恶，现在我们没有机器小马可以骑了。这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陌生人。小猫咪，你们怎么不跟他们一起骑呢？吹响号角才可以叫醒机器小马，可是我们不会吹。那是加速装置，为什么不会？根本不可能啊，没有人吹得出声音。没有人？好吧，应该是有可能，可是换我们吹就不可能。那么你们吹号角的时候有发出一点声音吗？有，可是完全走音了。这样已经很好了，我第一次试的时候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应该总共试了50几次才把号角吹响。真的吗？哦，我懂了，有些事情刚开始很困难，只要一直试下去，就能学会怎么做。对，熟能生巧。其实我是不喜欢自夸了，不过听起来很有道理。谢谢宝宝。嘿，你怎么知道？Kit， 我们再重来一遍，这一次，我们要一直吹到号角发出声音。我懂了，我们回去喽。Kit 和 Kate 重新来到小马公园骑机器小马，这一次他们想要叫醒小马时，试试也不会怎么样。对，是不会怎么样。我来试试。Kate， 别担心，一直试，一定会成功的。说得对 ，Kate 加油。越来越好了。Kate 学到了，只要不放弃并坚持去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就会变得简单。